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那个，能给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？ 我不信，我都看见你们好几回了，还在认真学习，你们一点也不甜蜜。阿小婉，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吻脸颊哎。 陈志远呢？那能算吗？那是小时候我不懂事儿。那怎么能不算呢？是你吧？是你吗？